南投县2011年度竹尾杯太极拳观摩赛于日前在埔里南光国小登场，比赛组别为社会组个人套路，观摩活动则分为社会组团体套路及社会组团体器械。这场比赛同时也将选拔代表参加今年全民运动会太极锦标赛代表选手，竞争相当激烈。